Okay, so we talk about the organizations of skeletal muscles. So for first, we have the muscle, and the next we have the muscle fiber bundles. 老师，有人没有专心上课。谁？凯杰。干嘛？给我坐下。听说他爸爸捐了一大笔钱给学校，就是为了让他在精英班上课。听说他曾经杀过人嘞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小王同学也是压力过大而坠楼身亡。如果大家有压力的话，可以找老师谈一谈，好吗？哎，你觉得是谁做的？不会是小文做的哦？啊，你是讲小文变成鬼来复仇吗？不，我没有，我很喜欢动物的。你明说过你是处女的。宝贝，听我解释。告诉我是谁做的？我觉得是琪琪，因为她讨厌全班的人。是妮妮，因为我看她鬼鬼祟祟写这东西。我只是在写情信而已，你们要相信我。你们有没有发现少了一个人的名字？海杰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人不会开口说话。